韦斯，小男孩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哇，快看，是藏宝图！哇！哦，韦斯，原来你跟小男孩是想去寻宝探险呀。我们快出发吧，奔跑龙，出动！跟着地图找找看，宝藏到底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不会吧！这是一条布满了坚石的路段，这要怎么通过呀？咦，韦斯，你有什么好点子吗？是汽车卡片，卡片上的是越野车。哇，卡片变出了越野车，太神奇了！小男孩，有了越野车的大轮子，说不定就能通过坚实路段咯。让我们试一下。大轮子根本不怕坚实，好棒！耶，成功通过坚实路段。韦斯，小男孩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嗯，什么情况？哈，糟糕，过河的大桥断了，这要怎么过河？韦斯，看来你的汽车卡片又能派上用场喽。这是跑车，跑车。哇，卡片变出跑车啦！但是韦斯，就算有了跑车，我们又要怎么通过对面呢？原来是飞车过河，好刺激！小男孩，你也快试试。真厉害，小男孩也成功飞越断桥了。哇，这里就是藏着宝藏的洞穴吗？快看，找到了，是宝藏。韦斯，小男孩，你们成功了。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这么多宝藏要怎么搬呀？对了，韦斯，我们有汽车卡片，卡片上的是货车哦，货车。出来吧，大货车。有了货车的巨大车厢，所以宝藏就都能带走啦。大家加油，快搬完啦！完美，宝藏全部得到，寻宝探险大成功。Go go Dino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